其实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就很甜，就一个很甜的小笼包。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能接受。那我看这个看起来比较勇敢。好。太勇敢了。你觉得是什么口味？应该不是人吃。为什么这样讲一口酒？不是，我是啤酒，啤酒，米酒。你觉得是哪一国人发明的？搞不好是日本。Bingo！ 芝麻对不对？因为有点怪怪的。我不想说怪怪，怎么说怪怪？灯，找一条小笼包。你看这个，怎样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干嘛？你这个是什么？怎么看？我想买耶，这样。哎，有什么话想对日本人说？我要在玩食物了。接触一些异国文化真的非常的方便，就把他们的东西，然后加点自己的创意进去，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东西了。或者是呢，你只要每期收看我们节目，就可以看得到很多异国料理的文化。对，真的。可是我真的觉得那小笼包真的不要这样，对，不要玩食物，不要这样子。我觉得就让它好好的生存。但那天我们两个其实也有吃，对，但我觉得蛮刷嘴的。其实不难吃，其实还 OK。但是重点就是没有必要。对，但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文化上面交流，你可以让一个东西变得更不一样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是不是？常常会蹦出新滋味。对呀，很不错。但是也会常常蹦出人生的死胡同。没错没错。对，今天就要来好好聊聊我们各国的奇异料理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到了台湾之后，然后发现本来是你们国家的东西，到了台湾怎么变得不一样呢？哇，我先讲这个手卷寿司。因为我来台湾14年前，那当时，的台湾的女朋友跟我说，哎，你是日本人的，所以就是她带我去吃寿司，手卷寿司。然后我说，哎，开心，台湾也有手卷寿司。然后呢，去的时候，结果就出来的是就这种手卷寿司。对啊，对啊。外面就看起来就是就正常，但是，哎，为什么里面有这个就奇怪的那个菜？高丽菜，对，高丽菜。然后这个没有，但是还有什么木薯芽，对，木薯芽。然后呢，好，人家反正是吃的时候更吓一跳，完全没有饭。真的，饭不是日本的回转寿司，手卷本来就没有饭呐，手卷寿司才有啊。日本的回转寿司一定有加饭，然后饭，然后就还有沙西米生鱼片，然后一点点菜，你们忘了。不是，那我问你哦，寿司，日本有那种没有饭的寿司吗？不是，我想你们的海苔里面如果对嘛，你们海苔如果里面要放饭，那就是御饭团，对，还有是不一样的东西啊。对，我觉得你不是寿司啊，这可能是手卷的寿司，但是写寿司，然后呢，吃了之后，而且还有吃了之后吓一跳的是什么？那个美乃滋，好吃，难吃死。请嘉宾讲的有道理哦，完完全全，这根本是不同的东西。我们请目前国籍不明的 Alan 来报名。他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台版的东西，因为在日文里面，只要讲到寿司，讲到寿司，它100%一定要有饭。对，它如果没有饭，就不叫寿司。所以你看看海苔寿司，或者是豆皮寿司。是不是都会有饭在里头？对，如果没有饭在里面的话呢，就有一个可能性，如果是有生食，应该就叫沙西米而已。没有饭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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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纽西兰的主食是牛排，牛排加马铃薯跟一两种蔬菜。然后幸好他们到处都有牛排的商店，到处都有。可是他们不会加马铃薯米，他们会加面。就感觉然后拿在桌上一定要给他喷，好可怜，对，
纽西兰式或者意大利式，我不知道是哪一种的牛排。还是还是没有，我也会说是美式的，美式的。美式的，美国人会吃面吗？美式，他连肉也不是来自美国，你还说美式？所以你们的牛排是不可能有面在上面，不可能，就是亚麻铃薯。那你们要改进哦，真的。对啊，是你们要改进好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过了一阵子，我可以接受这是加面的牛排，可是我接受不了的地方就是这样。这些的商店叫什么名字？他们叫澳牛牛排。澳牛是什么回来？澳洲跟那个纽西兰是不一样的国家，好不好？而且他们有透过那个研究发现，其实纽西兰的牛排跟澳洲的是差很远，纽西兰的更好吃。有这件事？对啊，对啊。可是台湾人不都是喜欢吃澳洲牛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看，你看，我故意吃。而且不知道有些有牛排哦，你觉得怎样呢？可是我觉得来说，哪一种的餐厅，如果你吃他们的牛排感觉不好吃，他们当天给你的是澳洲的牛肉；如果你觉得很赞，应该是纽西兰的。食物可以让人家吵架，真的。好，那韩国呢？就韩服这个东西，因为其实，在台湾有些百货公司或是商店，如果他们就卖韩国的东西，不是会办活动，然后很漂亮的小姐们穿韩服，然后就服务这样子。对对，可是我们韩服上面有两个袋子，其实这个你绑得很整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在韩国，如果这个绑得很乱七八糟，可能会。人家觉得对对，而且你那个也不是蝴蝶结，对，不可能会蝴蝶结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方向是一定要人的左边要这样子，往心脏的方向。对，可是我看台湾，在台湾那么他们穿的这么漂亮的韩服，可是这边都是乱七八糟的，有些是。上到脸这边，然后有些是绑得很漂亮的蝴蝶结，对，可是那样子都不对，都不对，是要这样才对，对，所以我就看到他们就很想帮忙，对。那我想问周主，因为我那时候去韩国租啊，然后我的价钱就比我的姐妹贵一倍，然后我就挑网说，哎，奇怪，是这个颜色比较漂亮还是怎么样？他说不是，因为你这一套是皇后的，他们都是宫女的，然后他糊弄我，因为就是可能那一套比较新，还是真的有分吗？有分。真的有分，还有就是有时候就看到有一些艺啊，就是穿上那个围的那种，就是这边就大花魁的，是日本是卖身顶连身的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笑，花魁是有那种就是也是浴衣，也是像浴衣或者是也是像和服，可是他会露肩，可是露肩就是花魁，在日本是花魁，对对，有这种我都不花魁，那是特产行业才会，就是因为你们拍很多那种片呐，对啊，那种比较特殊，对。小司呢？泰国料理、泰式料理在台湾又贵了。在台湾呢，是可以接受。好，没关系啊。是我觉得我去泰国吃泰国料理，我都觉得跟台湾很像哎。对啊，很像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在台湾呢，我看到披萨泰式口味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的同事、我的朋友，他拿披萨来，哇，现在有新出哦，泰式打泡猪口味。我想，哇塞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们泰国料理那么红，红成变成披萨了。好了，来吃看看了。是只要有绞肉哦，上面有点红，然后番茄，然后有辣，泰式，超辣的。吃到一个泰式打泡猪的蛋饼，也超级好吃的。这不是，观众很奇怪，只要是绞肉，然后有混在九层塔或是酱，然后再加辣，有点番茄，就变成泰式口味。对。然后你知道吗？然后有一天，我跟我同事去吃意大利面，换一点西方一点口感，然后一看。泰式意大利面，我们泰国那么厉害，还出这样。到底是意大利还是泰式？对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盘了，有色意大利面是真的，有辣椒，有牛肉，就这样啊，炒一炒在一起，有一点咸味，有辣味，变泰式。可是你觉得好吃吗？吃起来跟你们泰式打泡猪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觉得，因为他们也没有，你们有在用牛肉做打泡吗？其实我们打泡啊，其实什么肉都可以，什么肉都可以。对，打泡海鲜、打泡鸡、打泡牛、打泡猪，可是大部分大家都知道打泡猪而已。因为台湾，因为打泡是一个叶子，
是一个，就那个绿色里面对香料的那个叶子，对，是一个香料的叶子，所以打抛是叶子的名称，对，只要丢下去就是打抛。这个我觉得我需要帮小师讲，因为像我们之前去出外景是拍到一间很道地的泰式料，他说那个叶子其实台湾是没有在种的，台湾都是用九层塔去代替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差异性，对对对，所以不一样。巧克力，巧克力也不一样。对，有一款巧克力在波兰就完全没有人买，因为那款巧克力说真的非常难吃，它就是难吃到我们怀疑它到底是不是巧克力，还是这是长得像。没有人买，它还是一直在卖。它一直在卖，就莫名其妙，就很多年，从我小时候就一直都有那款巧克力，然后真的吃过一次就是绝对就是后悔，就不会有第二次，就绝对没有。可是它还是。真菜很多年了，那我搬来台湾的时候已经十几年，那我第一个波兰的东西看到材料就是它，就是那个巧克力，十几年前，我就觉得说奇怪，这个东西这么的难吃，怎么会有人想要进口？而且我觉得在波兰巧克力有很多种，也有非常好吃的，那果然他们选的那个最难吃的，我就说好，就这样吧。可是我觉得说就进口了，可能没有人买，或是买了一次就跟我一样就是后悔。结果没想到，他到现在他还在卖那款巧克力，真的就是奇迹。然后我前一阵子说奇迹的难吃，然后前一阵子我就觉得说怎么就很想要吃巧克力，就真的想吃到受不了了。然后就想说好，然后去买。可是，在台湾大部分的巧克力都是买甜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是比较喜欢吃苦的那种巧克力，浓度比较对对对，黑巧克力。对，然后就去看，然后就其实选择也没有说特别多，然后就有看到这个波兰的巧克力，然后价格还蛮漂亮的。我就在那边思考一下，说好，我说买了难吃，反正不会胖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买了那个回家。你说买了难吃不会胖，对，就难吃的那个，对，就买了那个回家，然后把它打开来吃了，我就说怎么那么好吃？就是说不可思议，我先就又看那个，我是不是拿错盒子？没有，就是那款巧克力。你说在波兰是世界无敌难吃的，在台湾超好吃，超级好吃，就吃起来非常的高级，在我们所有波兰人当中，这个巧克力是不能给人吃的巧克力，然后它突然变得这么的好吃，好神奇哦，非常神奇哦！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在台湾的波兰朋友，他说不可能，我在糊弄他们。我说不是，是真的。我就那个等我妈妈起来，我打电话给她，我说吃了那个超级难吃的巧克力，我说怎么变得这么的好吃？她说你是不是太久没吃巧克力了，就已经忘了巧克力是什么味道？我说不是啊，我说它真的变得好吃，没有人相信。还是你太想家了啊？你会不会怀孕了？所以觉得什么东西都很好？味觉不一样。不是怀孕，只是胖了。所以我也想听听看，有没有台湾的什么东西到你们国家之后也是变了一个样子呢？这个宽冬粉，你们想到宽冬粉会想到什么样的料理？火锅对吧？卤味、菜白肉锅。哦，其实，在韩国现在台湾的那个宽冬粉是非常非常流行。而且我们的宽到你们韩国也不一样了。对啊，写错了。你这上面也写错了。没关系啦，那你去用韩国的字去写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纠正一下而已啦。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在韩国看不到宽冬粉这个东西，可是因为有一个电视节目，韩国的电视节目。来台湾然后拍吃吃看那个宽冬粉的火锅之类的，发现非常的好吃，所以呢去韩国之后呢变成韩式的其他料理的宽冬粉。什么？第一个辣炒宽冬粉，辣炒年糕变成辣炒，感觉好好吃哦，很好吃。然后呢宽冬粉意大利面，哇，真的好吃的，这个跟小师刚才说的那个泰式意大利面一样，意大利面看起来像意大利面变成宽冬粉，酷哦，感觉蛮好吃，也是很好吃。对，然后呢宽冬粉咖喱，哇，这也是很好吃。对，其实在韩国这些非常的流行，因为在韩国其实所谓的冬粉有类似的话，就看到榨菜里面的那个非常细的面，可是这个口感比较 QQ 嘛，对，然后又爽，所以就很流行。而且我之前去到韩国的外景的时候，是有看到一个很特别，是他们不是有个炒春鸡吗？我们就是口感有点像是我们台式的三杯鸡，可是比较甜的版本，他们也是加宽冬粉在里面，对，超级好吃。对，还有呢，就是我发现台湾的咸酥鸡在韩国也有卖，也有小吃店有些，可是
在韩国吃的台湾的元素就是蘸酱油吃。酱油？对，酱油。酱油好吃吗？很好吃。怎么可能？咸酥鸡加酱油，如果你加酱油不会脆了，会变得很软。咸酥鸡加酱油，哎，你说加沙茶酱我勉强可以接受，真的你沙茶酱我也不行，脆的。总比加酱油好吧？我觉得好怪，怎么加酱油 ？OK 啊，对，我觉得。刚炸完就是要干干爽爽的，然后放一下胡椒盐，真的好吃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因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，我就很骄傲说啊，这个不对不对，在台湾要加那个胡椒粉，这样子才会真正的说啊吃法。可是我一吃起来，哎，还不错哎，不是酱油膏就是酱油而已，酱油酱油，对，我们试试看，我们试试看，改天来试试看。还有你们知道韩国的炸鸡，我们就喜欢吃拌饭炸鸡，就是原味跟辣味或是甜味。那台湾的鸡排也是拌拌鸡排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真的好棒。不会加酱油吗？这个不会。哦，这还蛮贴心的。这个我可以接受，很好吃。我们泰国是这个烧麦，烧麦，在台湾的烧麦，对不对？长得差不多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到了泰国，你看好厉害哦，可以配生菜丝变成这样，很多颜色，凉拌有没有？蛮快，凉拌菜，就我们会配菜啦。台湾是不是就这样加加加？而且你们还配酱，单吃。对，我们的酱是甜甜咸咸的，可是你们都是醋或者是直接咸，酱是酱油，对对对，或者是乌醋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辣椒。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们一定要有那个油葱酥啊，油葱酥，对，一定要有。哦。可是台湾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是口感就变，谁喜欢吃辣就咬个辣椒，然后就配，然后配个蔬菜，就变成很清爽，感觉蛮不错的。不太因为油，不会过油。我还是喜欢吃原来，对对，我喜欢吃热的烧。我还是喜欢吃蒸笼出来。这个真的好吃，不要吃。那法国有什么？挂包。挂包。对，我上次回去法国的时候，好像是去年，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哎，我要不要去吃挂包？哎，所以朋友也是讲挂包吗？对啊，法文也叫挂包。挂包怎么说？他说法文，法文。Viens, on va essayer de manger un truc taïwanais et on va manger un 挂包。应该已经错了，他说应该不会，然后他说这个台湾菜，哦 ，OK， 来来来，有开始这个粉丝头说，哦，对，我们去挂包，然后倒了的时候真的有挂包，哇，然后我们去法国的是开胃的，就是是一个餐厅，然后比是开胃菜，对，是开胃菜，那你们是大的还是小的？比较大的，很贵哦，很贵啊，在台湾大概四五十块，是法国就五欧元，大概是五欧元。才不贵哦，他们加那个香菜吗？就是有。好，我感觉是挂包蛮幸福的。好，那日本，因为以前很多人是介绍过台湾拉面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台湾拉面大家知道吗？知道。担仔面，但是很辣的。然后呢，后来就是上面的那个肉燥的地方，肉燥的那个东西，他们是把它叫做台湾肉燥对，所以呢，用这个台湾辣燥很多就是就进化之后是台湾什么什么台湾什么什么，但是最近开始出来的是就是台湾咖喱，咖喱饭上面有一些肉燥，你说这是泰式的吗？然后那个明明就用泰式的，然后上面有生蛋，还有还有台湾意大利面。已经太酷了，到底是台湾的台湾意大利面，到底是怎么番薯料理？所以直接就是肉酱的都叫台湾什么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反正放这个台湾肉燥的话，就是。而且为什么你们每一道都要放那个生蛋啊？我去名古屋就是有吃那个台湾拉面那一家，我有点生气，因为我就是很想念台湾料理，然后看到大排长龙，我说一定好吃，然后就冲进去，结果我就点了他的台湾拉面，他来其实就是蛋仔面，看得出来就是肉燥跟面，但他上面就给我放个生鸡蛋，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卤肉饭也是，就是卤肉饭没错，但他就给我加个生鸡蛋，然后还有海苔片，就是好奇怪，所以代表泰国就打抛，台湾就是肉燥，对，对哦。
台湾的东西现在在日本实在是太流行，然后就是根据市场上的调查，就是现在很多的商品，不管是食物或者一些东西，只要冠上台湾两个字就会热卖。好，那你们国家有没有什么东西跟台湾很不一样呢？土耳其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吃红茶。红茶，红茶，因为是红茶的文化，跟红茶差不多一样。可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是红茶很特别，我们一天大概喝20-30杯红茶。20-30杯超小杯的，超小杯的。可是我们一直喝，一直喝嘛。可是来台湾之后，台湾的红茶的文化是加牛奶，变成奶茶。对对对，还是冰的，还是你们没有加糖，我一定加糖。那个小杯的，我一定加。两糖还是三糖？这么甜啊！不是甜的，还普通的。比如说我买咖啡的时候，你说小杯你就加2汤匙的糖？对对对，还是说不是汤匙的，小小的汤匙的？对。你现在会不会常常会不会觉得常常会有点晕晕的感觉？没有甜的话，没有甜的话，我们不开心。土耳其的，可是我觉得你踩到他脚，应该没感觉。有，我们尝试都是快糖尿病，其实他们有很多糖尿病。我还在不喜欢的一个文化是筷子的文化，你们一边吃饭对不对？你们饭吃的之后，你们这样筷架，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这样放。不行，可是我拍影片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土家你别放这样的，这个的意思是非常不好，因为是跟咱们说国食的人一起吃，对对对，这个的意思嘛。可是我们的北部的这个的意思是我要结婚。如果你们白饭，你们这样饭糖吃的话，我要结婚。那美国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台湾的沙士一样啊，跟美国的 root beer。所有台湾人都会说，哦，一模一样啊，不一样。我喝的我就。受不了！台湾肯定要加盐，要加盐最好的。台湾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。我觉得可能是台湾的沙士，它比较它的气比较多，然后它感觉比较咸。我觉得美国的比较甜，我有带来。我光是闻的我都闻得出来哪一个是哪一个。好，用闻的。我们让现场台湾人试喝看看，有两杯，应该是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喝出哪一杯是台湾的。我们哦，其实我应该看也看得出来。我用闻的就闻出来了。哎呦，很明显呐。很明显呐，我要喝喝看。Root beer。B 是台湾的嘛 ？B 应该是台湾的。A 好甜哦 ，A 太甜了。A 是美国，真的。A 好甜哦 ，A 真的好甜。A 有甜吗 ？A 有甜，没有没有，你喝一口 B 再喝 A 就会瞬间。可是你喝完 A 喝 B 会没味道。我刚就是先喝 B 才喝 A 啦。B 是台湾的 ，B 是台湾的。其实这样比起来 ，B 真的有点咸味哎，真的。你这样喝起来 ，B 真的。台湾的沙士跟可乐都稍微淡一点，可是美国感觉是浓缩的那一种。然后颜色也不一样。我觉得台湾的是比较淡。我觉得它太所以凯蒂，我们 A 是美国的吗 ？A 是正确美国的 ，A 是美国的。对。可是我觉得 A 的味道很像我们在台湾喝沙士放到没有气的那种味道，就是变糖水。对，就放变糖水的味道。而且我们喝我们的 root beer 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加冰淇淋在里面。哇，真的好飘浮。你不要给我看那个脸，真的它真的好。真的，我能喝沙士加冰淇淋的。我之前，用可乐才可以加吗？我不是在美国，我们不会用可乐，我们只用你们漂浮不就是用可乐吗 ？No， 我们是台湾改成今天的漂浮一定是用沙士，可是因为台湾的沙士真的不适合这样子用。我之前有用过台湾沙士加冰淇淋。不好喝。我跟你说，我每一次去那一些的，就跟那个吃到饱的火锅，我会这样子，会拿那个客，然后放很多冰淇淋在里面。对对，可以，是，确实是可以的。可是最经典的方式就是用美国的沙士。好的，那因为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影片嘛，大家就有一些创意的搭法，所以接下来呢，大家要推荐很多好吃的创意搭法哟。那个，你刚刚说是美味吗？对，好不好喝？超级好喝！大家我是杜家，今天我教你们台湾最好喝的饮料，我自己做的。之后你们买这个饮料的话，你们需要给我钱，因为是这个是杜家找到了珍珠奶茶加可乐。一定会试试看，最重点试试黑糖珍珠奶茶，很甜，对不对？
可乐也很甜，对，两个甜的东西非常好喝。我教你们，sweet 的话加盐巴。是啊，现在我每个礼拜一天两天这样喝，可是我真的推荐你们。现在在调比例吗？等一下，而且涂家之前跟我说他之后要开餐厅，我确定也不会去。哎，除非他开餐厅，他只有出钱而已。涂家蛮适合去。可乐下去了，哇，奶茶那个，哇，泡泡起来了吗？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看起来很好喝。哇。罐，为什么？因为是这样的，更甜。土耳其人都有一个句子，如果你们你想要这样的甜甜的话，你需要喝甜甜的。那我不想要。你不需要，你已经很甜的。谢谢你，那我就不喝了。你哥哥，你喝比较多，我是咸咸的。哎，这闻起来味道很不对，真假啦 ？OK， 我咸哥这么多，我觉得好喝，我可以接受。好喝，你们看，才知道。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 root beer 哎。哇，我超喜欢你们这样。完了，两个欧洲人说好喝，我也觉得 OK， 真的。法国也 OK， 海军也 OK， 超好喝的。其实没有到喝不下去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喝。对，就不是很该喝就好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是该喝，应该喝就。我觉得可能他今天买的刚好这个味道，他的那个茶味比较重，所以他加可乐。因为刚刚我们现在喝到是没有气的，就会觉得哎好像 OK。但如果是有气的，应该就有点诡异。我们就是喝有气的。美女说的对，美女说的对，是。就是你会有一种觉得他的奶茶用气泡水去泡，就很像我们现在嘴巴含了一个。是真的。可乐糖，对，然后喝了珍珠奶茶，然后可乐糖一直融化不掉，对对对，然后它还有气，真的，但它的气要起来的时候又被奶茶给盖掉，所以不知道喝这干嘛。还有这个的重点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吃了很多东西，你们吃的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，姐姐？你不要胖，可是你还有一边要，你还有一边想要喝珍珠奶茶，你怕胖，对不对？加可乐的话，更胖，更胖，没有不会胖，不会胖。喝了我胖吗？你胖了。你胖了。你算蛮胖的，那这个我喝吧。OK， 所以只有上面的觉得好喝，好喝 ，OK， 好喝。我们亚洲的朋友呢？但下面的我觉得不必要，没有不必要，不必要。那我们谢谢涂家。所以其实我第一年住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吃很多蛋饼，可是我吃到腻，因为都是咸的，所以我在发明一种比较独创的蛋饼，这个是甜的，真的独创哦，真的很独创，死老鼠，里面是芒果跟火龙果，哦，火龙果，切起来后又放很多那个猎物在上面，这样，你是不是用可丽饼方法？对对对，等一下，你这个蛋饼皮是有葱吗？有，对啊，有葱，这样子我比较甜。我先切，你会拉花吗？你可以拉一个爱心这样子。会拉花，会拉花。而且你还有加蛋。对啊，当然有加蛋。蛋饼啊，是传统的蛋饼。蛋饼。好，然后呢，要怎么加呢？分量怎么加？加心。看起来很好吃，会吃。你知道那个光是闻起来有一种食物发烂腐朽的味道哎。臭酸味，所以来宾是觉得不好吃吗？等你吃，等一下我还没试试，不敢入口。好，那我们新住民，我想要讲一下，请说。我看到，我想说，我一定可以的。我想到，你知道吗？香蕉饼，泰国的香蕉饼，香蕉饼好吃太多了。可是我很快就放进去嘴巴，我的妈呀！不好吃吗？那个葱味跟那个完全真的没办法搭。可是咸的跟甜的会很好合作。不是，我觉得最恐怖的是因为葱跟蛋会有出那个油，那个油跟碰到跟水果完全是很恐怖。重点是，哎，目前一片负评哦，非常难吃。我相信，重点是蛋饼好吃。芒果也好吃，两个加起来超级难吃。My God， 你真的为什么不吃？我不要浪费蛋饼啊！你不要吃，你不吃，不要浪费啊！我没有说过我不会下厨，就是我享受下厨，就是喜欢而已。不用 pancake， 你自己想做，你不要给我们。他们觉得味道，可丽饼就好。
所以全场一片觉得不好吃，不但是涂家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们真的，你们的口味奇怪，你才奇怪，你是奇怪，你是奇怪，真的。我觉得它是一种情境美食。如果你在荒岛，你在荒岛有半年没有人来救你，你还是会吃，拿这个你会觉得很好吃。对，那有好味，而且它还淋它的炼乳，那个是压倒那个最后一根稻草。它炼乳的甜真的是不行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涂家，因为涂家说超好吃，非常好，我们可以甜甜的。涂家，你今天的套餐。不要开餐厅，真的，欢迎！那我可以先离开现，我可以先离开现场。不行，大魔王纳豆来了，一定要介绍一下。加油！日本的国民菜叫纳豆，好，还有韩国的国民菜泡菜，这个要走慢一点，还是友好？为什么？韩式还是比较友好比较好。对对，那我觉得。其实我觉得泡菜跟它是很大，因为这都是发酵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味道差，我现在就是要。你们现在都闻到了吗？哇，这哦很香哦，而且我在现场第一线。哎，那就来来来，哇，这么多，非常好，这是蜘蛛。没办法，然后呢，这个一定要是加酱，如果是不是加酱的话，就是是，根本很恶心的。你也会觉得吗？我想离开。你不加酱没有办法吃。对，然后这个两包都要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没办法。其实都可以。哎，我第一次录影录到想害喜是正常。一个怀孕的。然后呢，再加想要叫他不要酱，其实分开吃就好好吃。然后呢，啊，就搅拌。哎呀。的时候呢，这搅拌是起码要100次。好，对，100次。好，我们在搅拌的过程中呢，也把那个大家的餐点放到桌上了。一定要吗？一定要吗？一定要。因为我们要以这个吃这个纳豆的画面，才能够领通道费。那你嘞？要领主持费？我这局捐出去了。来了啊，这样，所以我可以直接吃吗？这个？你可以给我一点。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啊。好喜欢，不是说吧，其实 OK 啊，马哥没说，对啊，哦，嗯 ，OK 啊，马哥没说，我 OK， 马哥没好吃，我觉得蛮好吃，他就是感觉发现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日韩好，就是这个，对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你比你那么好吃，真的，而且有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，对，大家都觉得好吃，你会期待很低很烂。吃了就说，哎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烂，哎，可以觉得会很恶心，但其实很开胃，对，而且看白饭，恶心但是看，而且我发现，因为我们的，因为我觉得其实纳豆最可怕是它的味道，但是因为加了泡菜之后，泡菜的咸度把它盖掉，你会觉得只那个纳豆的豆只是豆而已。啊，你是想问你怎么了？你是想要伤心的事情吗？本来真的是我的天敌，我那，因为我现在整个嘴巴里面就存在纳豆的味道，有泡菜味啊。没有，它现在变成泡菜带着豆香，对，蛮下饭的，完全不行。而且刚刚前面每一样都 OK 的 Anna， 你这个也不行，完全不行，完全不行。危险的程度就是完全破标了，好像要去洗省的那种。怎么会？报告，他去喝很难喝的奶茶了。你们看我笑了，真的，我是因为没有东西喝的，所以我才喝。那都可是。后味全部都是纳豆的味道，没有办法。可是感觉一半以上的人觉得 OK， 我觉得蛮是最开心的。我喜欢，知道吗？现在我觉得我坐在养猪场里面哦，好像是养猪场荤的味道。你有吃吗？吃完了。没有。你等一下。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骗人家，你给他一个机会，给他一个机会，试试看，给他一个机会。为什么赚的钱那么难？我这里蛮好吃。加油，哥，你吃了吗？我吃了，我都还没吃，我要哭了。对人生有新的体悟了。哎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要配涂家的这个奶茶珍珠。我告诉你，我相信你，我说了，我说了，我告诉你，爱上了，因为没有其他的选项。谢谢，你不敢吃就算了啦。好可怜，真的吗？哎，你赶快吃，赶快吃，很好吃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还可以吧？是不是可以？嗯 ，OK 吧 ？OK 吧？不要勉强，他快哭了，至少是辣。你要听好听的吗？你说实
话，你觉得？你说实话，好像我在抢猪在吃东西哦、喔。哎，我的猪奶茶在哪里？所以这个算是还 OK。酒醉料理啊，好久就可以吃。刚刚那些噩梦都过去了。他在健康版有没有梦？不太少来了，一梦没梦。还不错 ，OK。所以大家有没有遇过什么改良过的东西？你觉得哎，蛮好的，蛮喜欢的呢？有，我最近在台湾认识了一个波兰朋友啊，他现在在巴西开了一间公司，他那个概念跟 Uber 是很像的，但是他们租的不是车子，是小飞机。升级版。小飞机对，因为巴西其实那个土地是非常大的，对，然后交通也没有很发达，所以他就跟他朋友合作，就发明了一个这样子的 App， 你就可以。从那个 app 订那个小飞机，就飞到巴西任何其他地方。是的，好像不错。然后他其实那个就那个概念就非常好，他们也做得非常成功。好在他们除了在巴西之外，就是现在各国很多地方都想要跟他们合作。然后那个朋友还上那个福比斯 30 under 30的排行榜。哇，对，就非常厉害。是你自己的朋友？我在台湾认识的一个。所以你手机有他的电话？有看的 Facebook， 我想间接交朋友。他也还蛮愿意分享他那些在那边学到的那些，因为其实，在很多大都市超级塞车，上班的时间如果可以改有一个是坐小飞机的，哎，很方便。可是这样交通费应该很贵吧？对，没错。那一般你们。看过或听过，像我觉得不同的东西在不同国家就有不同的运用，很厉害。我之前现在不能了，之前去欧洲的时候，我就意外的发现欧洲人都很喜欢琥珀这个东西。哦，对，像德国总理那个梅克尔，他就有戴个琥珀的项链，这象征的有智慧。那其实琥珀在欧洲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，也是德国的这个国石，他们非常看重这个东西。然后其实琥珀的色泽我也很喜欢。我后来回到台湾，我就发现呢，台湾也出了一个产品，它是非常特别，是用琥珀萃取出来的保养圣。嗯、很高级，很高级，因为以前在远古古罗马时代是贵族才可以使用这种琥珀的保养品，它叫维珍琥珀精华，我今天有带来，哇，我超爱它，真的超好用的，因为它除了有琥珀酸，刚刚说琥珀萃取嘛，它是有千万年的树脂凝结而成，非常珍贵的这个成分，然后是高保湿因子，而且呢，它还有这个独特的维珍科技，哇，听起来蛮厉害，有，因为之前我们好像有来宾也有介绍过这个，然后回家试用就哇，真超好用，我超惊艳的，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丝滑。柔顺，然后它擦起来的时候，它就很像很多很多的微小的细管这样擦进你的皮肤，当然不是真的擦啦，就是可以把所有的养分啊、滋润度啊都带到肌肤的底层，而且它是我的偶像代言的，谁？贾静雯哦，对，就觉得擦了之后是不是也会有这么好的第二春这样子？第二春对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啦，就是我现给大家看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其实我用了它之后，我的肌肤真的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状态，也保水度。超够的，你现在是要怎么样？你很担心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要，我要卸半边啦，卸半边，对对对，好像是手度哦，好了，先卸一下，这是我卸这边的肌肤给大家看，谢谢，对。其实啊，哎，有没有白里透红？有，哎，我很认真擦，你看，有，妆都在这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卸完妆啊，我女儿都会说，妈妈，你为什么回到家不卸妆？就是反而是有点透，有点亮，比上了粉这边的还要亮泽的感觉。然后你上上去，其实它用量只要10块大小就可以全脸，而且脖子也可以擦得到。是。然后你就按摩，我觉得意外的发现，除了刚刚保湿之外，还有紧实的作用。哇。对，我现在呢，比这个东西好闻。我现在已经就是4字头了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走出去，我跟你讲，还是有人搭肩的。4字头是年，你40几？我是对啊，要不然你说公斤吗？一样那么轻，40几，正常吗？台积水，我是4字头了，是不是很惊讶？它是让我的肌肤吸了饱饱的水，然后很透，是由内到亮外这样亮出来的感觉。然后它还有白松露跟金莲花，所以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成分在里面。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是，因为我们都要上妆嘛，对。然后有时候到晚上就有点剥落这样，所以我在化妆之前，我都会先薄薄的敷上一层。然后你有时候太 rich 的话，再上妆它就会起屑。对，所以借我用看，对对，大家用看。而且其实你刚才挤的过程中，你在擦的过程中很。很香哎，这个淡淡的香，
对你试试看，而且它很快就吸收了。哦，然后我如果去旅游，好香，而且是淡淡的。对，而且它保持度是24小时。而且它刚挤出来是真的是琥珀的颜色，有没有？有点淡淡的黄色。而且我觉得现在夏天啊，如果你要擦很厚重的保养品，你会觉得很痛。对对，没错。然后或是你擦完它没有吸收，你会沾到枕头上面，也很痛。然后像我们现在年龄，如果你擦太 rich， 它会长肉芽，它完全不会，它吸得很快，然后你上妆它也不会起屑。然后整天都很保湿，哇，这好不错哦，舒服，真的哎，所以其实大家都以为琥珀是只能拿来当配件，它现在已经加到保养品，很厉害，所以台湾人很厉害啊，好强，这瓶真的厉害，好强，超好用，真的，这应该早点发现母亲节可以送妈妈的，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送我他们会很开心，哎，这个真的很适合亚洲，独家送妈妈，好不好？还是我自己用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而且我真的觉得保养真的是要由里到外。而不是你不好，然后你感觉气色不好，然后就一直磨磨磨磨，越来越厚，越来越厚，一直补粉，人家吸收不了也没用，对，都是对皮肤都是负担。这个很快就吸收了耶，对，一擦就吸收，而且很香哦，淡淡香。如果大家会对琥珀精华有兴趣，就可以上网搜寻相关的资讯哦。好，我觉得男女都需要用。对。今天我觉得算是在感觉在做一个云霄飞车，对对对对，本来很平稳，出现，然后到后面又回来了，对，就不管哪一国美食啊，美国啊、韩国啊、日本啊，那个美国每个国家的美食到每个国家去被改良，都是一种算是我们对你的尊敬了，对，因为就是喜欢嘛，带过来就是让大家更喜欢，没错没错，最高最高的崇拜就是模仿，谢谢他分享，谢谢。谢谢，然后今天节目会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快来订阅我，点开小铃铛，按上面，按上面。